哦，有人在后面，完了，他跟我打架，完了，他在扁我，上哪劈脸，完美配合，哈哈，我有 family 呀、啊，这把两个 family 都是我的观众，都是我的人呐、啊，你怎么跟我斗？哈哈哈哈。还是梨花抢过路边阿飞。我这把是带流血甲哎、欸。哎呦，我可能会打得比较想要激进一点。所以我这把可能会把夹子放在一些比较他们会走的地方啦，我就不放一些关键位置，就大家多寻门锁。一个一定要放电闸，基本上电闸一定要放一个，防止他们速开。井的弱点能放甲吗？可是我觉得那样子风险太高，你很难用得到啊。这边有锁跟甲，对，我可能会想要寻这个地方吧。我一起采血，先把那个黄门气场弄出来。有人掉下去，两个家都还在。哦，有人在后面，完了，他跟我打架，完了，他在扁我，上哪劈脸，完美配合，哈哈，我有 family 呀、啊，这把两个 family 都是我的观众，都是我的人呐、啊，你怎么跟我斗？哈哈哈哈，球评是我的人，裁判也是我的人，球员也是我的，你怎么跟我斗？康妮。没事，看你怎么样。哈哈哈。完了，这里有一个跟我打架，救命！有没有人帮我？在地下室的我没有 family 啊 不管了，不行，我要去有 family 的地方，这里没有 family，好可怕哦。
哎，那个门被开了，no。他们都没有踩我的夹子哎，这边，梅子，朱莉，抓到你了，完美配合。那个皮脸是我的人，你在下面欺负我，他要帮我报仇的，哈哈哈。哎，水发！主公，我来帮你。我帮你守护你的背后，交给我。总听到对面一直哀嚎声的，好奇怪哦！我再去喂阿公血好了，把血喂上去。哎，有。哎，你接着跑，接着跑。把气场拼出来。上啊，皮炎。漂亮，哈哈哈，好爽哦！被观众 carry 了一把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没事，我还是有杀人呐、太舒服了吧？这就是躺赢的感觉吧？哦，舒服到都要叫出来了，哈哈哈哈哈！